相信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啊，恁也真厉害啦。嗯，多谢你。啊，因约伫个饭店嘛。嗯，没啦，可能是其他的活动啦。赵哥，你莫想伤济啦。啊，这顶晚的时间就是今嘛，没哪可能有其他活动。嗯，饭店嘛有真济活动啊，会当啉咖啡，嘛会当开房间。我的意思是，雅婷姐一定是甲客户约伫个饭店的咖啡厅啦。我看的桌顶拢是迄化妆品，我记得较早就无咧化妆啊，哪有遐化妆品啊？对啊，遮的化妆品哦，拢是我的啦。啊，这几年哦，查某囡仔化妆哦是愈来愈多啊。哎，有啥怪病？妈是不是有讲过呀？伊讲即摆外口的世界是越来越精彩啊，即愈单纯的人愈会变愈怪病。哎，无可能啊！雅婷姐哦，一点仔拢无单纯啊。哎，我的意思是哦，伊绝对袂。在感情的世界里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。我和他真的已经回不去了。遇见你，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。如果你给我的跟给别人的一样，那我就不要了。他什么都好，可是我心里只有你。一杯就啉完，你就是外人啊！这是外阴天，你这是谁做的？这我某呢？家庭，你是你老公哦？废话，我跟你老公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独占使用这个小康宝啊？我先来干嘛？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。你这摆是在讲啥？你敢未想过小题大做？什么叫做我小题大做啊？嘿，你拄才啉招杯酒呢，我小题大做？我真想无呢，你这无过命几个月尔？嘿，你这么狠，这么嫌弃，这么妖是不是啊？空虚寂寞是不是啊？哈？喂，你我无想听你解释。